红剑。你这个妖孽，面对许家先祖还不束手就擒。你是谁？我是他，他是我。因不解之祸而生之恶，你就是心魔。你赶紧从许姐姐的身体里出来。我本就在她心里，怎么出得去啊？白素贞，释放你的恨意和怨念，跟我合体，我们会更强大。你说他们俩怎么去了这么长时间还不回来呀？你姐跟弟妹也是够默契的啊！你说我这汤我都热了两回了，我来。我跟你说，吃点这个啊。不好了，海兰哥哥，怎么了？白姑娘，他们在刺探打起来了，小青姑娘要杀了许姐姐。啊？什么？姐姐，小青。小青，住手！姐姐好像被心魔控制了，姐姐现已怀有身孕，难道心魔失血？住手！苏小柔，就是你没事吧？徐姐姐，弟妹，这是干什么呀？我徐姐姐不就是对你冷淡些吗？你居然下死毒手吗？你闭嘴！苏贞，汉文，你看你姐的脉象，动不动胎气。姐姐胎象不稳，姐夫，你把姐姐带回去，我来准备安胎药。走，娇柔，走回家。啊，你可不能有事儿啊，娇柔。啊，苏贞，慢点啊，苏贞，徐姐姐。苏贞，我姐姐有什么对不起你的地方，我替她给你道歉。可是姐姐她现已身怀六甲，这是姐姐姐夫等了七年的孩子，我必须要保护她。汉文，你听我说，这个孩子真的不能留，他会让徐姐姐没命的。但孩子是无辜的。姐姐。iQIYI Strange Name Amazing Shows。iQIYI